是要请教一个问到一个做啥？哦，你说啥？那可能是点在他指导啊，各级请大家晚安。那今晚是2017年开始啊，做一些反朱文云装的。我用力说，这人心思时代，逆变将你基本发展不仅出现消失破坏，自行作为化学科技，逆变发起自开智慧，处处关心发展之性，合作一起来填我看，让我大意。妇女计划为地人来做，可飞禽缩禽，不得地地数量极不重要，计性之言言下事件，若如此者，论得上应一滴言辞。即、这个五祖呢，有一日呢是叫伊即个文人的拢装来对啦，向伊讲来对啦吼，讲世人成事时代，啊你念将你自己发展，不仅出现成事可汗做成业的福和科技，因为咱世间人吼，下生思想大，生下死的思想大。但是生，咱唔知影伫底啦；死，咱嘛唔知影伫底去。但是呢，咱往往吼对着这生死代事都袂遐注重。哦，咱不得就是为着生死一代事一定要转世。哦，但是咱呢，咱拢是为着福报而遐过去。每天拢看有福报的啦。哦，啊，对着这生死代事呢，拢袂遐注重。哦，所以讲，逆境中去积极发展，咱就着得了，知影这是超生了事之法。但是呢，咱就着是咱的传心，天道传心，都讲哦，这道理呗。哦，啊，伫修行当中，咱拢知讲修道是好，是得到一条飞天飞天之路。咱嘛，大家拢有咧参悟，嘛拢有体会。咱只讲哦，安尼好，咱要行了这个。精神长传的各种来亲口说白，那么咱是安怎个亲口说白？咱是肯定讲多少好，会当出咱超生心法落来。哦，啊，无咱迄个大家咧亲口说白，二三十当时，三四十当时，为虾米？咱要修得好啊！但是伫修的当中，咱的初发心拢叫袂，初发心拢叫袂。咱这初发心无把持无了。侬敢追求福报，吼、哦，所以我所以讲，所以这个五祖人家教一个观念来讲，世人心思时代，你已经将去积极发展，不仅出现心思，可爱自信上的福和根。咱世间的人，生到死的时候，而且咱这个
这个开出去，那我再去问老师啊。按世界史的思想嘛，生产史，按啥呢？啊，咱在这世界史里啥，为着兴师大事呢？哦，啊，所以大家，迄个在大学啊在修，因学个行业在修，体会到，咱就是会当，一定会使咱超前去推的，咱这个全靠速啊，因为用咱修的，那么你修的当中。因为咱即摆是大家修，难免是福与享受，但是呢，咱看有变，感觉即个福报看有变。因为你有去上班赚钱，头家迄块薪水哦，即福报就是上天的。哦，所以咱有做十五条，规条讲重孝轻快。虽然讲咱咧上班，但是咱也当做孝事呢。哦，你若去上班，你咧咧职场上你有，哦。天有伫咱修行人的这个哦方法出来，你即个即条上，你咧道理的方式就因为，但是咱普通人看起拢是啊了即个做福田的，拢看着福田。但呢，哦，爱自信老叫，哪叫袂歹去福感，我同好去，互你耶稣圣灵讲一句话，我互你赚得了全世界，失去了生命，你用全世界。这些人无力，但是呢，咱往往吼，拢无袂遐注重，拢啊追求福报，唔但拢重视啊勤奋，哦，拢啊拢是最起码嘛，拢啊做到惯习惯欢啦，哦，但是拢无，你看咱去上班这个班次嘛，足少，哦，一个月看一个一班两班。拢可以参与那几点钟尔，无几点钟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吼，咱是爱注重，吼、哦，咱若是对生死来说，咱有注重的话，吼、哦，啊咱生死来说，你有遐注重，那安尼吼，你咧修学的当中，你来用心，你来全力以赴，吼、哦，你来全力以赴，啊若无呢，你就干那注重福报。虽然讲吼，无钱也是万万不能，但是钱是万能啦，但是无钱是万万不能。所以福报对咱讲足重要。唔知我咧即摆大家，属龙工商，大家拜三拜五，大家去追求福报。拜三搭礼拜还是暗时啊？有班人在服务来开店的店员，这是福慧双修哦，福慧双修哦，这是什么呢？啊，所以呢，我做正，正准备每日来，哦，安尼讲，哦，安尼讲，啊，叫伊呢，国，逆境呢，国去看出，看恁家己的智慧，你会当处置着伊，处置着，咱的发这是本心，咱的本心就是发这之心啦，哦，你讲。用咱自性所生发出来这个妙智慧来做修持，哦，来做修持，哦，啊，互做来看，那是继承，那是达到点了这个，哦，继承的这个哦智慧，哦，伊自然呢，会当呢将这依法传互伊智慧的人来做。但是呢，叫伊呢，大家呢，赶紧呢，大家去做修持，不得疲倦，忙搁在演，忙搁在遮演戏啊，啊，思量即不做，不重要，因为见性之人是，毋是互你用想的，哦，所以见性之人呢，言下思见，你讲吼，你。你有达到着计想的个人，哦，啊，毋是靠你讲去用想的，哦，你看咱平常时啊，即个智慧着对，哦，咱若是如此呢，轮得上你计想，虽然即轮得上你是讲吼，哦，有计想的人，哦，虽然呢，伫即个颠沛，也是伫战争的当中。伊同样呢会当当下无得，哦，当下会当无得，
美国移民的贵重呢，啊，就来贵重的当中就来移回到这个地，吼、哦，就安尼。所以这个要做手机的时候，的人呢，嘛是如果爱用咱家己的这个苗地为啦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对道的这个境界无同，而修道的当中，这个来讲咱而修的当中，咱有时当讲，咱的传修啊，霸气。啊，咱其实哦，未修的人也用，但是咱当咱在用的当下心，好开心，大家拢已经有认同，感觉讲修行做的是好，哦，啊，无咱太去投入。但是投入的当中，修行不了，咱修行不了，咱大家呢，或者五见五执就会产生。啊，就讲啊，道教的这人，我拢有经过啊，我嘛拢知影呢。但是吼、哦，等未来下了，咱的迄个控制心就会生起来，咱无办法。但是咱若阿拖者呢，伊袂咱打落袂啊，咱的心态吼、哦，咱的就是一个合适的心态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们旁观者清，咱细心去讨教去学习当中，咱就是慢慢，吼、哦，看这个代志比较会较清楚。啊，若无，咱若像讲迄个五执、五见、五慢慢起来心，啊，咱迄个就是叫做咱讲当机则迷啊，咱无用迄个妄念，啊，所以讲，咱如果咱的大心哦，一定来天路，哦，一定来天路，唔通讲对有了了这个哦福分啊，哦，所以讲咱叫做哦世。咱的这个生死的这个事上大，只要呢，哦，那个一开门进来就是好死人。那么，但是也是拼是拼，敢若拼福报，哦，福报，哦。但是呢，福报只是我们在世当下面，并会当出来超生死快乐的。咱重要的遐出事就是讲在修道，咱最近要变出离了生死苦海，哦，啊。要等于在咱的这个哦菩萨乡哦，所以咱自信啊，你咧修咱自信就是慢慢福福到落去，无因福只是落咱在世间用，因咱人就是安尼。就比华师兄来讲，咱即个这修佛法结果是多个，不单上，这是南无主安尼，一单丝一飘逸在路行，是两感体会。因为迄个时代无同，因迄阵无钱无要紧，啊，几里路行活动的生活，我时常讲，但是咱即摆活动，咱即摆也是买回来钱，电钱、水钱、电话钱，无啥本钱，就是爱开销。啊，你较早是伫迄个当中咧，伫迄个生产过程咧收，但是虽然面对的这个灾难也是没有时间收的时。而且是与世无争，吼、哦，安怎无解？吼、哦，咱这个五道社会中要来修所接受的人，就是五位十相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定无解。啊，所以时代无，咱即摆我们爱无会双修，咱拜大拜佛大个，你即条上去赚钱，啊，有了福报，啊，要来弘扬了嘛，较有机会。啊，拜三礼拜，暗时要搬来仓库来改天的地，基本上不会双休，哦，会双休。啊，所以我做人讲了，是叫大家爱家己去呢，看大家地位，啊，做收起，那是继续，啊，无做就从这这做完，全部了去安尼对，哦，哦，啊，唔是讲吼，迄、那个。这个苗地会是看大家苗地会安怎，也不是互你用想的，哦，因为继承之因，哦，属于言下之意，哦，若是如此，轮得上帝的，就是讲吼，你迄个多困难的当中，你以为我当去继承，哦，因为学校非常的老实，啊，学校就放到这，啊，一上。嗯。